乾隆国老爷们都死净了，没有老爷们了，我为什么能找去？就但他有老爷们，我不能找他。你记住这句话。我爱你。我挺费劲。我得要举行一场婚礼，就是跟你俩爱婚，我得要一场婚礼，就是不近人情的要求吧。我得要一场婚礼，没婚礼我不干。你明媒正娶我，对不对？我得重视我，最起码的。你在你心里中有我这个位置，你在你心里中没有我这位置，我是不能干。等着急了是不是？哎呀妈呀，这又见面了又见面。就是平时总去总上人那第二天啊，你做理疗就是。是那咋哪块不舒服了做理疗啊？不是，就是没啥事，保健品就是。那我明白了，就是住店那个理疗店，没事呢你们就到点上课啊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给你们讲什么怎么保健，给你们啥、最后啥的，就为了啥卖你们保健品，对对对对卖你们床垫，对对对。那你都知道为啥还去？我要没说嘛，就用这去，我儿子我俩不愿意了。妈呀，你干啥呀？这鱼好钱好钱，我整啊！你不像话了，有点啊！我儿子求我呀！那你看，儿子都跟你过了气了，你为啥还要去？你就没脸，这人就没有脸。当时出去绑不住，腿就直接往自动自觉就往那跑了。你为啥绑不住？是觉得这个小姐妹唠嗑好，还是说那卖保健品的这个店里这个人对你好啊？都挺好的，你说心里话。啊，怎么个对你好呢？一见面妈长妈短的，可亲了。上嘴叫妈，闭嘴叫妈。就妈，你来了啊！这真就那样。妈，你身体咋样？妈，你最近咋样？吃的咋样啊？对呀，对对。吃啥呀？就叫妈。就这么的，什么水烂咋都给你端跟前儿了呀？伺候周正的。你去不去那个理疗店？天天去呢。不是，你说姨咋跟你说？上次都咋说你了？咋还去呢？那你说那人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走顺道了，天天早去，没到点就去，那真是上道都没那么准点。行，你去可以。咱可以当溜达当唠嗑，花没花钱？最近没花钱，没花钱。哎，那还行，我这不也特别努力的，这家的上次那个没成，我就特别努力的再给咱找这个伴儿吗？我这不寻思早点给咱找这个伴儿，有了伴儿之后吧，咱就不惦记上那个理疗店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好不好？好，差不多少，最起码我得看得顺眼呢。我跟他过日子，不是跟他乱看狗，我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。你说你总说啊，你看姨都给你介绍过两个了，你总说的差不多就行，你这个差不多你得给我个具体的标准，比如说个儿多高，胖瘦多胖，长得啥样，年龄啥样，你得给个具体的标准呢。他年龄吧我都不在乎，他多大年龄都行，比你大10岁也行啊。行，最起码的说我瞅你得顺眼的，你别长得我都不过关，你说谁能过关吧。但我有一个最不合理的人理要求，我得要举行一场婚礼，就是跟你俩爱婚，我得要一场婚礼，就是不近人情的要求吧，我得要一场婚礼，没婚礼我不干。你明媒正娶我，对不对？我得重视我，最起码的。你在你心里中有我这个位置，你在你心里中没有我这位置，我是不能干。那登记是为了登记啊？登记得务必得登记。咱就不说是别的，这个不算过高要求吧？我不算就是特殊要求你咋地的，我不是说问你要多钱多钱，你婚礼得给我举行，最起码在你家人和亲戚朋友面前，你得承认我是你媳妇了，对不对？毕竟我是外巴拉来的，那我不干呢。咱也不骗你，对不对？咱我不你有8万钓鱼我都没关系。我儿子昨天打电话告诉我呢，妈呀，你千万别要钱呢，你缺钱我给你，不别管人要，我说你呢不要。咱不要钱，你不缺我吃不少我喝就行，这条件算高吗？农村的也行，农村条件好我也干。就那农村活咱会吗？我不会干，那农村活我是不干，别指着我干活。你就说你搁农村我能陪你待着，你搁农村干活我不会干。现在你让我干我不会干，妈你讲话了，这苗现在我都认不全。但是就能陪你，我就能陪你在农村待着。对，能俩人做口饭吃，能就个伴就行。对。哎，叔出来了。啊，是啊，又见面了，叔。哎呀，叔，太好了，又见面了，太麻烦了。这儿有苞米，有葱，有丝瓜，还有黄瓜、豆角。这个山楂，我看这都结那个果了，是不是？那不都果了，这我都自己管理的，基本上多种两样，不但吃的说好吃，瞅着好看。这跟你红娘说的，你再一个可心的仙人圆的，俩人一瞅着乐呵的更美了。主将今天不养了。一个人这玩意儿，将来我这寻思不定哪天上哪儿去，真要找老伴倒插门去的话，哪工出发呀？哎、等会儿说，我听这话怎么还有倒插门的意思？我记得之前给咱找老伴儿，我就记得啊，那时候就是的。哎呀，我可舍不得我这个房子，我可舍不得我这大院，咋就想开了呢？不卡了，这回改变想法了，跟哪儿的过日子，俩人乐呵的，一天有说有笑的，该多好了。哎呀，大姐又见面了，又办好事儿来了。我发现了，这家就是老爸这个。中间大飞了。
呀？这是我舅丈母娘。啊，舅丈母娘。这位看您这边，这位看您这边。不行。受不了吧？你俩的。啊，给开空调啊！开空调。哎呀妈呀，调一下好。这叔还特意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在里头吧，受不了。嗯。必须重视啊！我老爸这孤单好几年了。我这不惦记吗？他还有时候。还挑呢，再挑80了。你外边活呢，我都能干，你屋里头洗衣服做饭吧，我就差点。我不怕你笑话呢。你看我吃那东西，都不用下锅，都不用火，要不会不敢烧。这东西一顿三个核桃，这是干枣，这是葡萄干儿。这不是零食吗？不对，我就当上这吃，这不省事儿吗？还省整菜了。那我说这姑娘都说单亲，你说都说惦记。那是不是咋的呢？你吃这玩意儿，你是不有那个一定营养，但是不全面啊，太单一了。然后你得吃你搅和的五谷杂粮，给它做熟了啊，自己还不会。这找个老伴儿是不是全能照顾，互相照顾？茄子打这个篮球话，打茄子酱不会，闹茄子整不好。茄子下来就吃茄子生包，俩茄子，黄瓜下来俩小黄瓜。你喝点酒，就这个都能糊弄啊！身体好，性格好一点的，随和一点的，咱也得随和点儿。话能说块堆儿的这样的，多少开点资的，有点装宝的，我是奔这个找的。这个就是那个叔家这个房子，这个大院，这是属于后园，完还有个前园。哎呀，前园还有个大鱼塘呢。这叔这是没看着咱们呢，这是叔呢？鱼塘呢？闹鱼呢？这小鱼，它虾米？哎呀，这还有虾，这儿了，猫起来了呢！哎，对，就看着一个，哎呀，太不容易了我。哎呀，花脸，这是白脸，就这一条啊。哎呀，叔啊！哎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俩唠多长时间呢？我不多，来一个半钟头。哎呀妈，叔啊，大晌午头子的唠一个多小时。为啥呀？我这不为了人吗？叔，你这身上都湿了，先上来吧，叔。这，有没事。哎呦我天哪！咦，你瞅瞅人家叔那边心。为啥喝出这么大力量了？啊，为啥？咦，你抱吧，我爸给你捞的。挺感动，挺感动。一般人能，哎呦我的妈，你是啥金枝玉叶的不大姑娘啊？咱就说心里话，对不对？还想咋的？你还想咋的？我这院我相中了，这院这敞亮多得劲儿啊！就凭他伺候这家就能看出来，对不对？咱不用说看他咋地，他咋表现，那不用，这点就挺好，真挺能干，咱这人行。那咱呀，行，行，握手吧。你好，正式。我大号叫李柏树啊，小名乱七八糟，你要叫啥的？我叫陈丽萍，我电视也早就看着了，看着过你的节目是不是？走没啥意思啊，没啥意思。我想回走了，没啥意思。我回家。行。还有一句，个太奶的。那不是说我说他奶呀，就比你闺女高点不多呢。那说的福建。比我高点不多也不矮，1.7米呗。不1.7米吗？量量，量量，我给你量量。你多高啊？叔。我19岁的时候1.76米。你现在可是没有1.7米了。现在不跟你往前瘦，跟着不奶。别量了吧，你比我一个高不点儿。不用高奶，我就相中的人就高奶都行，对不对？就奶点过瘾了，这人还行，能顺得过眼。我都说过，我不是说挑贼拉大，能顺得过眼行。别人大伙一看，妈实在看几个都恶心，那不行啊，那就指定不关。那就叔这个长相顺得就过眼去了，就顺得过眼。这个身高和这个驼呢，不要求我驼和身高吗？他你身高也不知道我奶呀，那就行呗。你还有啥挑的？对不对？你这么说，你老要求人家咋咋的，你能做到哪一点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啥都要求人家，都是双方面的，人家也不傻。这个在我心目中达标，人多方面都行，都达标了，都达标了。哎呀，主要身体看素质好，绝对身体素质是行，这你不用操心。有个鱼，有个农村小白菜叶打饭包。哎呀，饭包行，饭包行，还有是那个拌凉菜，就是都家里的。小黄瓜，青蒜苗，茴香，香菜，那就这么点酱一拌，姑娘张罗着，然后叔和姨在这儿先唠会嗑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我说都介绍了，有一样东西没跟他介绍。我怕他烦，我不能忙着，我这人得朴实，我不会装，很多事我说有个大缸没缸呢，酒缸，
哪是酒缸啊？那呢？啊，酒缸酒缸呗，酒缸也不怕，喝酒很正常。我就好喝，好喝好。你就有啥爱好，你都放心大胆的，没事儿。我这不在乎这事儿。这一整开，人家没限制你这那的。刚才我问一句，问半句没答呀？咋的了？我问你高寿了？我不60了吗？我告诉你了吗？你是聊你呢？是啊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60呗。60。啊，60。60是属大龙。啊，对，属大龙的。我是蛇吗？你属蛇的、啊。那你考虑好了啊，可能得差10多岁呢。差十岁，差十岁，你不嫌我小，我就不嫌你老，听明白我的意思？再就是说，你现在问你的，你家妹夫是二离婚的。翻译点，刚才我问他一句话，他是离婚的，我稍稍就有点儿感觉了。多长时间？多少年了？有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我得问问。所以说这里有个解呢，还得要我往前问问。多少年了？哎呀，3年多了也。几年没联系？我也不联系他呀，我看都不想看他。为啥？我就不想看他，就不想联系他了。什么原因？你跟一起过多少年了？我一起过40来年。能过到人婚还离了？这人吧，咱这咋说呢？实话实说。全中国老爷们都死尽了，没有老爷们了，我为什么能找的？要但他有老爷们，我不能找他。你记住这句话，不是我赌的，我儿子赌的。我儿子就骂你，别受这气了，我领你走，就这么的就走了。放心了，这一点上没啥的担心，还是接触，往下再接触就闹了吧，是不是啊？是愿意唱，知道吧？既然说到爱好了，我也不敢说亮亮嗓，就比划两下子。行，不带动作的啊。简单的歌儿，啊，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草原。小姨吧，能懂吗？我你跟我不带呢。我爱你，我挺费劲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乡，对不对？说的呀，词儿甩的挺硬。这是咱长这么大第一次唱歌吗？第一次唱歌，真不唱歌。这是咱第一次开口唱歌。对呀、啊，行，我点赞了。我反正我是没啥说了，知道你有没有说我就不道了，对不对？反正就相中人哪都挺好，就是相中了，就相中了，中了，相中了，哎，中了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